兄弟们又去叫温迪放战歌，这次他不会上当了。放啥了？没看到再放呢。我可不放了，你们真是太绝了，我可不放了。他们坑我都是有步骤的啊！新进来的兄弟们，我先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。他们坑我特别的有步骤。第一个步骤，把这个歌名打上，让我念出来。叫啥来着？小杨哥是个没了，后边那个字儿我不说啊，因为我不太习惯说这个字儿。然后他就写着小杨哥是个后边让我念，然后我就没念嘛，因为我是东北人，我知道这个字儿是不随便说的。然后后来他们又说什么？他们这么说：这是一首歌，你不念这个名字不要紧，你把这首歌放出来，我们听一听。他们都放的，没关系。然后我说哪有这首歌啊，他说你那个啥呀，你把那个音乐打开，是黄董，是你搜一下，是黄董特意写给小杨哥的歌。然后我一想，那就听听呗，是吧？结果一放出来，还跟我说你马上放，你的直播间一定是到10000人，兄弟们去给你摇人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摇到了10000人，摇到了10000人之后，然后大家就坦白了，跟我说你是第二个敢放这首歌的人，明天你就会被他请去喝茶了。我的天，你们真是挺绝的。